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韵天，今天我带大家玩游戏好不好 ？Let's go。Super Mario 3 Pokemon Angry Birds， 今天带大家来的这个算是博物馆吧，特别特别多原来小时候玩的游戏，特别多九几年的游戏都有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爸爸妈妈玩的是什么游戏好不好？哇，你看这个，哇，怎么就死了呢？哦，原来画质这么高啊，感觉挺好玩的。哇哇哇哇哇哇！2003年的，我才出生一年呢，他怎么出去啊？哇，哇塞，我的妈呀，特别大操作感。哦，这个是他们怎么设计的吧？我在想，哎，这是他们画的样子，这个应该是设计这款游戏的时候他们画的东西吧？哇，哦。这是开汽车的，来你玩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越来越到每一个博物馆、每一个展览馆，它都会更先进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快2018-2019年的这个年代了，有 VR。对，原来九几年根本就没有。我们去第一个蓝色展览馆，全部都是九几年的那种，你可以看到特别大的游戏机，但现在全部都变得特别的小，都是用电视来看。我们继续看一下。我不会玩这个，是我要动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感觉好漂亮！你看这个，这是 VR 的，哇哦！这是什么车啊？我们今天第一个 Vlog 就到此结束了。今天给你们看了这么多游戏，有没有喜欢的呀？下次要是我第二个 Vlog 有什么特别想看的东西，记得在下方评论哦。Ready, go！ 哇，你看这个，哇！